好了，我已经发现怎么破19了，哈哈哈。首先在这边把灯关掉，再往这边在柜子下面找到游戏机，超屌的。好，来破第20吧。哎呦，又要堵死了。哦，如果去拿那个皮夹，会被那个会被警察抓走。拿到保龄球，然后蛋。然后呢？哇！哦，就这个了。好，破了，破20了。接下来，再来21了。怎样？好。这个皮夹不能拿，皮夹不能玩。皮夹拿了会被那个。会被警察抓走。应该在抽屉里，在抽屉里吗？妈妈，这气球。所以。我拿一下钱包。哈哈哈，不知道，这是三小，为什么突然跳出广告？色色的，好色。好，反正拿出光碟片，哦，放映一下。靠，是在哪里呀、啊？不能拿皮夹。好，然后放音乐。姐，果然在抽屉里面吧，真的是。不是一样在帽子里面吗？妈妈，三小啊！違ったか？チェキショ？感觉是个广告。色色广告，好像连线才会有广告，色色广告。那我把连线关掉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应该是哪个啊？再来。
这个吧。哦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啊，所以就在这边，刚没注意到了。真是啊。哦，在这边有。妈妈，杰克熊。很小啊，为什么会出现妈妈？他这边会出来给你一个，然后是测试的。然后如果发红光的话，就是有东西。为什么要出来妈妈啊？杰克熊，为什么我没有用那个，我没有网络，为什么还是跑得出来？我还是先给你这个，然后这边哦，这边有，这边叫妈妈，还其他，哦这边也有，哦所以发红光的是妈妈，发黄光的就是游戏机，好。爽啊！下一个，先拿披萨。然后呢？啊？也是这样哈，再来第二十五天。啊？是。違ったか。チェキショ。这是。我说要找出不一样的地方吗？这里啊。哦，有三个吗？我稍微注意一下。还有这边，再来看看，再看看，剩下一个。找不到就掰了，怎么都是掰啊？现在已经知道不是衣服，然后沙发呢？也不是沙发，沙发一样。柜子不是柜子。陶罐呢？陶罐也不是，它是这种。爸爸嘞？違ったか。好 ，Game Over， 慢慢试，慢慢试好不好？好，也不是。チェキショ。再来。陶罐呢？也不是陶罐，再回来，哦，什么干耗王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啦，真的是哦。脚啦，他的脚不错哎。哦。第66天。
快破完了。真少啊！他玩射飞镖吗？要射帽吗？射 game。这不能射帽。哦，所以要射蛇，然后你就可以有黄色的去射 game。还是拿到了双。靠！靠！为什么有两个？来吧，去郊游。不是啊，那不是应该要引来妈妈吗？靠！为什么冰块会？是要倒水吗？靠！为什么倒水会烧死啊？要用马铃薯就对了。哦，这边薯条，给妈妈吃吗？妈妈，真小啊！反正它煮一煮会变薯条，薯条给妈妈，我再回来到奥利哟。倒水，倒奥利奥。阿姐，杰克熊。这是干嘛？这关难破，难破，难破，很难去想啊。来先领一领，来先炸薯条。靠！靠！真的，靠呗！这先给妈妈。再把它加热。三小啊，这要怎么做？要让妈妈离开嘛，要让妈妈离开。
哦，为什么着火不是应该让妈妈起来吗？我拿干冰给妈妈好了。妈的嘞，哦。又或者薯条，然后妈妈 ，Jacky 熊，好，我先想一下，仔细想一下，好不好？仔细的想，然后。干！浇水不行是不是？水怎么会有大火啦？我的天！哦，所以现在炸过了，所以油不够。靠！耶！杰克熊！哦，我觉得是把哪里马铃薯给妈妈这样去煮，都不行。给妈妈，然后嘞，哦，就这些东西拿来干嘛？耶、yeah, ！爽啦！这垫子是关键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金属棒。啊！笑。完了，这游戏真的会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 ，OK， 我看到了，这边有两个，都放下去吧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啊，点到，点到，按到，按到。妈妈，我按到，按到。再来，这次要破。啊啊！点呐！哦，好烦，我怎么点到？好，不要再失误了吧。
好，放上去之后，妈妈，不行，我靠自己能力，不可以的，可以做到。那这是哪一个啊？啊！我点开来看什么？妈妈，杰克熊！啊哈！妈妈！哦，这也是屌的啦！妈的！好，反正先把它放到饭里面。所以现在没输的表到现在为止是正确的吗？我决定直接投降。再来。哦，这代表我做的东西是对的。但是这个饭配上这个。那个好像是，妈妈 ，Oh my god， 有攻略吗？再把这些东西放在那个里面，会怎么样吗？啊，所以怎样啊？烦哦，好烦。所以现在是要怎样？这一次，那怎么办？先想想看的好不好？
打开，然后装进去吗？上去，这根再来弄一下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所以它有七个，所以我这才六个。第七个在哪里？我找不到。在这里呀、啊，哦。爽，破关。好，首先棒球拿起来，应该是给他打吧。us 妈妈哎这怎么办呢、啊？哎，还可以拿下来哦。好，所以他先把门挡住。这边三小啊。好，先把门挡住，再有东西给他。真小啊！Oh my god！ 先挡住门。夜怂啊！原来是这样。下一关，1000 days。哇，温馨。破关完啦，
低到30都破完了，爽。好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进入我的频道。就这样。